谁是辣味王探店挑战赛鸣锣开启，无论你是辣界小霸王还是天生辣不怕，你有雄霸辣界的勇气，我们有预防上火的利器，不用担心什么，尽情享受生活，怕上火喝加多宝，地宝当家，谁是辣味王，等你来战。上火喝加多宝，提宝的动感，上海一般的，欢迎大家准点新闻社的唯一东方延伸和福利栏目提宝动感。大家好，我夏子，我是萌萌。哎，国庆动感已经结束了哈。是的，虽然长假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欢乐不停，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这一周的谁是辣味王的挑战喽。对呀、啊，又到了礼拜五呢，佛拉拉的谁是辣味王的比赛马上就开始了。哎、嗯，微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当中，给你喜欢的选手辣票呢？哎，我有，我有。哦，我每天呢都会为我喜欢的选手啊投上三票，哎，比如说这个生吞不嚼的瑞瑞，还有呢吃特辣，还有再加特辣辣辣辣辣椒的周大伟，哇，他们真的是佩服啊！嗯，这个少年，我希望这些选手啊全部进入到总决赛。嗯，我特别想晓得最后啊到底哪个是冠军？那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吧。好，扎起来，国家精彩的节目有哪一些精彩观点呢？最后，告诉我们个主持人赛点，下来比赛的上届，王祖德你也陷入了哪个家来玩得来？辣味王的比赛还在继续啊！既然我们给他筛点参选的客家店，可以话兰州人呢都不陌生，既有情怀又有辣度。好味道其实就藏在这样店里，咱们去跟老板打个招呼吧。哎，这位是老板娘，老板娘你好。那个小赵在吗？都是新店的。他都在新店，感情我是走错了是吧？没有没有，这是老店的新店，我儿子在那里跑是吧？听老板娘这么一说就知道这家店有多跑火了。好，那我们的这个挑战点是在新店，原来是我弄错了，走咱们去新店看一看。给大家介绍一下，旁边呢就是我们新店的老板小赵。小赵老板你好。你好。哎，咱们这家店开了40多年了，最早是谁在经营的？最早是我爷爷。啊，爷爷。对。然后就传到了您父亲。对。然后再是你，一家三代都在做这两个拿手菜，对不对？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菜，你看都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这个就是蚌壳，这是今天你们的主题，这是辣味王，这个是最辣的。这个呢，就是可以选择辣度的，对不对？对对对。顾客可以选择比较不辣的，或者说选择特别辣的。哇，你看它这个两个颜色都不一样，上面的这个辣椒粉也都不一样。哇，这个每一个花椒上面都会有沾着这个辣椒粉的粉末，然后你这个牙齿和舌头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辣椒渣的感觉，而且它这个辣度跟这个微辣的比起来真的是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我觉得可以说是辣了好几倍，太狠了吧。赵家蚌壳龙虾，蚌壳绝对是最经典的菜式了，而它的辣度取决于他们选用的辣椒。嗯，够红也够辣。首先锅中下油，把油炒香，接着放入大蒜子和小米椒爆香，加少许赵家秘制酱料，加一勺米酒，加水，倒入新鲜蚌壳，加生姜丝、辣椒粉、调味品、生抽、胡椒粉，再加一小勺蚝油。等等，新鲜出锅。老板，我也来试一下看，我能够挑战多少个？一般是不是能吃辣的可以把它全部吃完？可以，一个人能搞定吗？一人可以吃两份。那有没有在你店里辣哭的？有。我觉得我吃不了一份。啊，不行了不行了，我再吃了十几个，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这个辣度真的是够可以，再喝我加多宝。我觉得这个辣度啊，作为我们这个挑战菜是完全没问题。来，老板，恭喜您成为我们加多宝地宝家庭所推出的谁是辣味王挑战赛的挑战点。这个嘎王哥新打开了好久的小店，可以说是非常接地气。我讲嘞，节目店里个菜真的是慢了，选手们的表现到底啷样呢？不要急，休息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马上回来。人老腿先老，没有力气一摔倒，上了
了年纪啊，腿没力气，发酸发胀，像灌了铅。腿脚没力气，就怕在浴室滑倒。前阵子摔了一跤，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人老腿先老，没有力气一摔倒，想要腿脚好，调养五脏，补足气血是关键。益寿强身膏，融汇益气补脾，补肾养肝，气血双补等中医百年名方，形成22味药材组合的大复方，经19道工序熬制成膏，滋肝肾，补气血，强筋骨，让腿脚强健有力气。人老腿不老，腿脚有力不摔倒，益寿强身膏。小时候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你还记得吗？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偷偷的老了，牙也掉了几颗，你察觉了吗？吃不香，睡不好，关爱父母从牙齿开始。都市频道联合瑞尔口腔重阳看牙特惠，进口种植牙首颗2980元起，全口种牙特价，院长亲诊，电话0791-8688-8120，8688-8120。小时候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你还记得吗？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偷偷的老了，牙也掉了几颗，你察觉了吗？吃不香，睡不好，关爱父母从牙齿开始。都市频道联合瑞尔口腔重阳看牙特惠，进口种植牙首颗2980元起，全口种牙特价，院长亲诊，电话0791-8688-8120，8688-8120。小时候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你还记得吗？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偷偷的老了，牙也掉了几颗，你察觉了吗？吃不香，睡不好，关爱父母从牙齿开始。都市频道联合瑞尔口腔重阳看牙特惠，进口种植牙首颗2980元起，全口种牙特价，院长亲诊，电话0791-8688-8120，8688-8120。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体保广告》。财务高帮个子龙牙店啊，这家店呢，老店呢是在熊高桥里的，新店呢在699边上啊。这家店呢是三代人经营的，可以说是情怀满满。刚才的出发了，已经上了这个站了，就话真好了。下面个时间，我们就跟选手个表现了。有请辣味王们闪亮登场。啊，那么今天呢，参加我们比赛的6位选手现在已经站在我的身边了哈。这3位美女啊，就是来自同一所大学，对不对？对，是。哪个学校？南昌大学。啊，这一看就是学艺术的。学什么的？和你一个专业。和我一个专业，还学播音的。我们依次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的邓嘉欣。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秦皇岛的赵多多。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上饶的子怡。哇，字正腔圆哈，咱们这边也不能弱哈。给大家介绍哈，这边的3位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地保当家的粉丝群来报名的，其中有一位你看还咳嗽了，带病前来的，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封神的黄子瑶。我叫王雨婷。来自哪里？南昌本地。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上饶的黄子瑶。两队选手，不知道你更看好哪一队呢？但是最主要是你更看好谁呢？因为今天我们的冠军只有第一名，希望大家都尽力好吗？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比赛吧。这轮挑战的2位美女，一位是来自上饶的子怡，一位是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多多。咱们江西妹子，这个辣椒肯定没问题。河北人好像不太能吃辣吧？在北方人里面，我自认为还不错。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悬啊，因为对我的印象当中，北方人普遍都不太能吃辣。你所谓的不错是不错到什么程度呢？我其实也不太能忍受辣这种感觉，但是我能坚持。性格比较坚韧。好，我们的这轮比赛马上开始了，准备好，3、2、1，开始。怎么回事？好，如果觉得辣的话呢，可以喝一口我们的加多宝，怕上火喝加多宝。现在感觉怎么样？有点累了。还能扛得住吗？再吃两个吧。再吃两个，我觉得你可以坚持着把它吃完。吃两个，吃两个，吃两个。
不行了，已经放弃了吗？我现在有点撑，有点撑。这个蟹不是这个蚌壳没吃了几个，加多宝已经喝空了。这边已经放弃了，你还要不要再继续加加油？我努力一把吧，加油一下。不行了，你也放弃了？放弃放弃。好，那这个时间咱们都可以不用看了。两位姑娘直接放弃了，我们看一下后面的选手能不能挑战成功吧。好，我们第二轮上场的呢，一位帅哥，一位美女，这位是来自丰城的瑶瑶，这位是来自湖南的嘉兴。哎，我老乡啊，辣妹子辣，辣妹子辣，从小吃辣吃到大吧？是。这点辣怕不怕？不怕。那瑶瑶呢？我也是特别能吃辣，也是特别能吃辣，感觉这次是两个高手的对决啊。跟你们讲啊，上一轮选手呢，咱们目前为止的第一名没决出来，最后两名倒决出来了，因为他们俩都没成绩。你们俩有没有信心拿第一？必须有。有没有狠话跟对方喊一下？吃辣我还没怕过谁，到我放了是吧？让让我呗。软妹子攻势开始了。好，我们第二轮谁是辣味王挑战赛现在开始。好，这边已经停了，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是2分25秒。恭喜你，对这个成绩满意吗？很满意，主要是加多宝特别的解辣。真会说话。这个2分25秒成绩到底好不好，得看我们后面两位的表现啊。后面如果都比你慢的话，那你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名了，加油。第三轮的比拼，方平和雨婷两位信心满满，可是一位的成绩是2分30秒，一位的成绩是2分38秒，可惜可惜。所以冠军是好，那我们今天的谁是辣味王挑战赛的第一名就诞生了，他就是来自丰城的瑶瑶，恭喜。哇，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啊，六个人都放了狠话，说自己很能吃辣，但是有的是真能吃，有的是假能吃。你看有三位是直接就是被辣的退赛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拼命吃辣的精神还是值得表扬的，所以呢，每个人都送上我们的加多宝提供的一箱饮品，恭喜大家。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瑶瑶的表现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地宝当家的微信公众号给他投票，最后的冠亚季军将会冲击现金大奖，同时还有我们加多宝畅饮的奖品，给他投票吧。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吧，怕上火喝加多宝，干杯。有些选手犯了上了啊，今年个比赛我一定有羊，结果呢毛羊啊，反过来行一个不出气的赛的吃，嘿嘿，应该有羊了，我就是比赛个美丽毛熊刀吧。好，一个赛点在哪里呢？我们扎西几关吧。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朝阳里，非要问，那据说只能用四个字形容，黯然销魂。七星椒是国内最辣的辣椒之一，辣度可达七星级，所以取名七星椒。皮薄肉厚，辣味醇厚。除了七星椒，还配有二荆条和辣椒粉，三种辣度沉淀在一起，将烤鱼充分煮透。您说这辣不辣？好，现在呢，我们的挑战菜香辣烤鱼加辣版已经上桌了。哇，接下来我要替选手们来品尝一下七星椒啊，然后这种切成小段的这个二荆条，然后呢还撒了那个辣椒面儿，而且它这个汤一定是越熬越辣吧？对，哎，我得趁它没那么辣的时候赶紧尝一下。嗯，闻到这个辣椒的味儿了。哇，真的是又辣又烫，嗯，鱼很鲜。然后我发现它现在啊最辣的是一个鱼皮的部分，鱼皮有很多胶原蛋白，然后呢特别的滑嫩。那这道菜呢，不光是从这个视觉、嗅觉，还有我们的味觉上来看，我觉得它的辣度都可以。
味道也很好。那我现在确实有点替我们选手担心了，但是他当之无愧的可以成为我们的挑战菜。来，恭喜我们的黄土炭鱼成为我们帝王当家栏目谁是辣味王挑战菜的挑战者。恭喜。说话完了，我在来读啊，其实就接受的还是能够考验一下的嘛。就考个时间越长，做个时间越长，就颠了。所以啊，加那个选手也想想战略了。比方说，那个一吃关系，扎西枪，到底行不行？我也不晓得。就像我们今天的广告，颠倒精彩内容，马上揭晓。人老腿先老，没有力气易摔倒。上了年纪啊，腿没力气，发酸发胀，像灌了铅。腿脚没力气，就怕在浴室滑倒。前阵子摔了一跤，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人老腿先老，没有力气易摔倒。想要腿脚好，调养五脏，补足气血是关键。益寿强身膏，融汇益气补脾，补肾养肝，气血双补等中医百年名方，形成22味药材组合的大复方，经19道工序熬制成膏，滋肝肾，补气血，强筋骨，让腿脚强健有力气。人老腿不老，腿脚有力不摔倒，益寿强身膏。怕上火，喝加多宝。小时候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你还记得吗？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偷偷的老了，牙也掉了几颗，你察觉了吗？吃不香，睡不好，关爱父母从牙齿开始。都市频道联合瑞尔口腔春阳看牙特惠，进口种植牙首颗2980元起，全口种牙特价，院长亲诊，电话0791-8688-8120，8688-8120。气温变化不定，饮食杂乱无章，您的肠胃还好吗？江西都市频道联合南昌丰益肛肠医院推出呵护胃肠关爱计划，胃肠筛查检测立享半价优惠，特邀消化道专家坐诊，男女分拣，尊重隐私。爱自己从内开始，正视健康，胃肠先行。胃肠关爱计划报名热线0791-882-99333。小时候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你还记得吗？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偷偷的老了，牙也掉了几颗，你察觉了吗？吃不香，睡不好，关爱父母从牙齿开始。都市频道联合瑞尔口腔春阳看牙特惠，进口种植牙首颗2980元起，全口种牙特价，院长亲诊，电话0791-8688-8120，8688-8120。小时候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你还记得吗？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偷偷的老了，牙也掉了几颗，你察觉了吗？吃不香，睡不好，关爱父母从牙齿开始。都市频道联合瑞尔口腔春阳看牙特惠，进口种植牙首颗2980元起，全口种牙特价，院长亲诊，电话0791-8688-8120，8688-8120。人老腿先老，没有力气易摔倒。上了年纪啊，腿没力气，发酸发胀，像灌了铅。腿脚没力气，就怕在浴室滑倒。前阵子摔了一跤，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人老腿先老，没有力气易摔倒。想要腿脚好，调养五脏，补足气血是关键。益寿强身膏，融汇益气补脾，补肾养肝，气血双补等中医百年名方，形成22味药材组合的大复方，经19道工序熬制成膏，滋肝肾，补气血，强筋骨，让腿脚强健有力气。人老腿不老，腿脚有力不摔倒，益寿强身膏。
君瑶六种坚果六六六，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生活智趣更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君瑶六种坚果。王高是有跟进来欢迎飞到深圳播出个提宝动感。今天我们有个赛点叫王族童年。这两族选手啊也特别有意思，那个第一组啊是不紧不慢，好像特别享受个在过程。那第二组呢节目也好享受，不过节目个方式是速度比较快啊，也特别有激情的投入。哎呀，这两组选手是心情的强有力个对比。那第三组选手节目个表现那样的，我们扎起来个。OK， 这曲儿，音乐。辣妹吃辣，吃辣不胖。辣椒四天法力无边，辣椒我有，越吃越有。我一般不吃辣，吃起来没再怕。不辣微辣，中等辣，吃辣就是变态辣。掐了掐了，我选三。我们的两位美女听起来都很有信心，那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两位啊，如果觉得辣的话呢，可以喝一口我们的加多宝，怕上火喝加多宝，祝你成功登上今天的冠军之路。好，准备好，三二一，开始。那我们的比赛呢，除了要把这个鱼全部吃完之外，还得看谁的时间最快。那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提醒我们的选手了，这个鱼里面啊有鱼刺，所以呢千万要小心。那你在快速吃的同时，千万不要被鱼刺卡住了。另外，如果你觉得怕上火的话呢，可以喝一口我们的加多宝。我们的加多宝啊，是依据这个传统配方，里面有这个甘草、仙草、金银花、菊花等多种防上火的草本植物调配而成，所以呢，怕上火喝加多宝。辣度的话，这个辣度我可以接受，但是还可以接受更辣的。这两位小姐姐大概是太能吃辣了，丝毫感受不到她们有辣上头的感觉，反倒是觉得她们在静静地享受这道美食。哎呀呀，烤鱼虽好吃，时间更重要呀，速度要跟上。好，时间是3分58秒。好，这边吃完了是不是？我们的星星时间是4分15，那这一轮胜出的就是我们的慧慧。好，这一轮上场的是两位帅哥，一位是轩轩，一位是浩浩。那浩浩是我们今天六位选手当中的唯一一位外省人啊，是安徽人，对不对？没错，这个安徽的臭鳜鱼很有名啊，但是安徽人吃辣可不怎么有名啊。看到这么多辣椒，怕不怕？有一点，有点怕哈。那我们的轩轩应该没在怕的吧？你是这个咱们本地人？对，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从小吃辣吃到大，对不对？两位男选手这一上场，小编我说话都得快一些，不然他们都要吃完了，这速度暴风式吸入啊。吃完了，哇，我话还没说完，我们的浩浩就已经吃完了。来检查一下这个盘子里面真的是吃得很干净了，桌上呢只有3-2根长的刺。不对啊，这个鱼里面应该有很多刺的，你真的把刺全都吃进去了？比较软，你没有卡到喉咙吧？好，我们的轩轩也挑战完成，他的成绩是3分16。怎么说呢？刚才的我们的最快成绩是1分38秒，是不是觉得已经很快了？但是还有没有信心去挑战一下这个成绩呢？有，试试吧。试试啊！如果你们觉得辣，如果怕上火的话，记得喝一口我们的加多宝，怕上火喝加多宝。好，准备3、2、1，开始。江西妹子能吃辣不是浪得虚名，您瞧这上了7星级的辣度，两位小姐姐依然是面不改色嘴不肿啊。不过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哦，咱们比的可是速度。好，我们的小倩吃完了，然后我们的小杨哈哈还在慢慢的品尝，加油。最终比赛以1分38秒获得今天的胜利，恭喜这位来自安徽的小伙儿成为本场的冠军，鼓掌恭喜他。那如果大家也喜欢浩浩的表现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地宝当家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给他投票，成为最后的冠亚季军，将获得现金大奖，同时还有我们加多宝提供的畅饮奖品，给他投票吧。同时呢，我们今天所有的选手都将获得一箱加多宝的奖品。好，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吧，怕上火
顿加多宝。心脑健康公益时刻，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您，在中国心脑血管病人数高达 2.9 亿，血液粘稠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引发头晕头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甚至心梗脑梗、中风偏瘫。预防血栓，你我携手立即清血，净化血液，多运动，心好脑好精神好。今天您清血了吗？血液粘稠就怕堵了心和脑，经常头晕头痛、血热乏力，你需要清血。清血八味片，粘稠的血液缓慢流进心脏，流过大脑，容易引发头晕头痛、血热乏力，就怕堵了心和脑。清血八味片，300年清血古方，专药清控血，祝您血液不粘稠，控血清，心脑好。专药清控血，梦琪清血八味片。不用担心什么，尽情享受生活，怕上火和加多宝，怕上火和加多宝。我的腰腿我做主，捉襟见腰绑起来。我的腰腿我做主，腰腿灵巧听使唤，幸福不幸福全看着腰腿做主不做主，想去哪儿挺起腰咱抬腿就走。这一旦腰椎间盘出了问题，就怕走不了动不了，痛啊。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材好，强筋骨，驱疼痛。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我的腰腿我做主，舒筋健腰好起来。气温变化不定，饮食杂乱无章，您的肠胃还好吗？江西都市频道联合南昌丰益肛肠医院推出呵护胃肠关爱计划，胃肠筛查检测立享半价优惠，特邀消化道专家坐诊，男女分检，尊重隐私，爱自己从内开始，正视健康，胃肠先行。胃肠关爱计划报名热线0791-882-99333。肠胃本一家，检查治疗不分家。南昌第十二医院专注肠胃病诊疗45年，公立专科值得我们信赖，专业精准是我们胃肠病检查的宗旨。主任亲诊，预约检查，当日取片。南昌第十二医院为您的肠胃保驾护航。预约热线0791-883-7777，地址南昌市明德路473号。地保当家栏目由太极沉香化气片赞助播出。好了，今天的节目又给大家把财经的国际新闻每天点本准点奉献给提保动感，我下次让你老实干，锁定广东旅游的开心快乐坤地保，明天再见，拜拜。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味家常菜，今天我们来做的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呢？榨菜红椒炒牛肉。这个菜一听就好吃，一听就下饭。先来看看原材料。